始到如今，大你大闹是我们见面，从回到澄清，大你是连让我们学习，接着祷告彼此同行，阳光之下有一群围住无缘的人，虽经心里苦楚，但靠住丰富，十岁起居，他要开道路，传福音，牵挂回心，这种失败都不需太累，靠着神你是否已经得意，要记得欢喜还是时候主来带你，这信心大大你会不得到你，一直围住无缘的人，虽尽心力付出，但靠住丰富，十岁起居，